guys. Good morning. Today is day two of the circuit breaker. Even though it's just day two, I've been working from home for almost 3 weeks now. And I still wake up every day, 7 plus in the morning. It's the body clock. I just wake up ready for work, but I'm way too early for working at home, you know? Oh my god, so I'm trying to think of things to do again, things I can do later, you know? I'm trying to get creative again. Stay at home 的样子是多么多么的丑，就是你根本就不用打扮，平时就是有口罩，但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租金忽然间起了200，过后我觉得很无奈。虽然是说起吧，我 OK， 但是因为工作上和疫情的关系，新加坡被迫停工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觉得生活费之类的，还有要寄钱回家，因为我本身不是新加坡人嘛，就觉得金钱上是有所困难，所以就觉得不行了，能否叫大哥跟房东谈一谈，不如我们家里的钱可以降低嘛，反正房东忽然间就回来了那么的一个月，以前他是很喜欢在每个月的月尾大概28会回来，他就会租那么的几天，但是因为可能是疫情的关系，他忽然间回来了，就在4号、5号。但是我的感觉是，他应该是在从印尼回来，但是他一直否认他没回过印尼，他一直在他大哥家。我也有跟我的朋友说，你是否要跟他拿他的护照去检查一下？到最后他们的回应就是说，他是房东，他说什么就什么，我们没权利去管他呀。那我就算了，那我说房租以前我们都会扣50的，如果他住超过半个月，但是现在回来超过半个月又多了，他们也跟我说合约上我们写好多少钱的那个房租是不可能扣，那我问他，那以前我们扣50那怎么算呢？他说现在安哥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就觉得我不爽了，就有点不屑的感觉，因为你回来住那么久，你的合约是写了租整间出去，过后我们所得到的是你还是会经常会回来之类等等，而且这次你也回来蛮久了，我会觉得如果我还多那个200块，就等于是租了这屋子再供这个房东在这边睡，我觉得很不合理。最近也发现奇怪的是，房东他会说冰厨里面的东西太多了，说是我买的食物放在那边，就是你懂吗，现在因为疫情我会买一点食物放在那边，因为我懒得出门，就把食物放在那边，就偶尔我可以煮东西呀，我就不用下出门去买菜之类这样子的，因为我就放了肉呀。他竟然说我把冰箱里面的那个温度给变得一点都不冷了，然后更不可理喻的是，我平时煮东西我一定会洗干净东西，油的东西，因为他是老人家嘛，我就担心他会跌倒，我也是把东西洗了弄干净了，确保地上是干净的没有油的，我才出门上班等等。但是倒转过来，他跟我的朋友说我没有把东西给弄干净，反而是他在家里帮我们打扫，我心想你是在误会我什么，还是你在想怎样，就觉得我就觉得我脾气有点来了，我就真的不行，因为我每样东西我都算了，就是忍了算了，但是这次我觉得无法接受。过后我决定搬，我跟我表哥讲的时候，原来我表哥跟我说，对，我也觉得安哥好像是在流星挑毛你的，最后原来他也说了一句，他回来这边他要我这间房间，所以他要刁难我，好吧。然后我就决定
搬走，因为我不屑给那个700块。哎，对，我本身的房租是500，过后加了200就700，我不屑给他那个700块，还要就等于我在养了一个老人家在这边睡。我们来工作就是为了赚钱，然后提前回家，希望生活上可以好一些，但是反过来是得到这种待遇是不怎么好受。而且我觉得搬了真的需要搬了，就在这个时候搬，是因为有男朋友的帮忙，男朋友让我就在家待一个月，在一个月里面短短时间我就要找地方搬走，所以我的房间超级超级的乱。看，我已经把一部分的东西给拿走了，但是我的厨全都要清空，都蛮高的，我都是在 IKEA 买回来的东西，但是很乱的，就是我做的上东西，护肤品跟药跟我要用的化妆东西，而且以前我也是觉得这个很需要，所以我把它买回来，在淘宝买回来，但是因为现在的搬家情况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要头开始烦恼了，就到处去找了比较适合的箱子啊、厨呀。如果我一个人搬的话还 OK， 但是毕竟我身边有的是猫，人要做负责任的吧，就是你有了猫你就要负责到底。而且我不是一只，我是有两只小瓜。对，哦，对，我说两个小瓜它就跑过来了，因为它要入境。对，一共是两只，所以身为就带他们一直照顾他们，我不可能就这样子丢下他们不管，是时候开始收一收房间。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这边就是我一半的我的桌子，我的 speaker 啊，鞋子好多啊。